现在正式进入海域带施工。能够进入海底，主要是要下穿这个海堤这个风险源，还有这个隧道随着推进的话，会埋深，会越来越深，也要经历这个高海压，相当于像指甲盖这么大的一平方的这个面积，要承受8.5公斤的压力。